BeiDou satellites are far away in the sky, but the applications based on the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or the BDS, are everywhere in our lives. At present, BDS has been applied in many industries in China. In addition to the well-known navigation applications, let's take a look at what else it can do. 历经北斗一代、二代以及到现在的三代，立足于北斗精准时空核心技术突破，服务于交通运输、低空导航监视、海事报警救援、水利设施监测、应急指挥调度、渔业监管等一系列行业。这个设备叫北斗应急无线电设备标，如果船舶发生应急情况，它通过北斗的定位，然后通过短波网把这个搜救的信息转发到应急指挥中心。这个设备我们主要用在长江内河，已经安装了1000套左右。这款设备是北斗的车载主动安全设备，主要用于货车、大客车、旅游大巴车载的定位、轨迹巡放、电子围栏，以及抽烟、疲劳驾驶、打电话等违规行为的监控。然后我们合作社呢，现在还有这个新型的这个农机装备，现在都装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北斗导航系统，然后装上以后，就相当于这个农机呢，长了这个大脑和眼睛。现在装上这个北斗导航系统以后呢，我们的这个精准度啊，基本上就是误差个几厘米。所以呢，既省了人工和人力，而且也提高了这个作业的质量。